这白皮鸡蛋5.5，鸡蛋有点涨了。那个红皮的便宜，看猴皮的。来10块钱的吧。猴皮4.5，涨价了鸡蛋。这蒜黄的，这叫蒜黄。嗯。哎，那点正常的鸡蛋。那五块五了。来，可价的，来赶上就合适的，来。蒜黄蛋。蒜黄多少钱呢？4.65。4.6还便宜，鸡蛋涨价了哈，5.5了。现在天是有点阴呢。今天是周六，现在是早晨的5:50。荣姐出发去摆摊了。是啥？5号了，而且24岁，收费其实挺高。找一个稍微便宜点的地方，那便宜点地方人少的，走走看看。能维持到8点啊？都是早上的，他这撵着早啊。冬天一直出来的啊，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奋斗蓉姐。哎，今天蓉姐，这是中兴街的早市，应该属于南岗。现在是早晨的，快到7点了吧？咱们向你们看一看，好久没来了。现在是6:40，往里走一走啊。挺幸运的，因为今天报的下雪，现在已经下起了小雪。报的7点钟还有，也有雪，8点有雪，慢慢来的，怕下雪出不来费。还好一个大哥特别好啊，然后给咱讲价啊，给咱讲价，这个摊位费便宜了10块钱啊。正常他这个有2道队，然后还得拨号，挺贵的。这小碗咋卖呀？1块钱，妈挺好看的，还哈。这挺好看，1块钱。他才那么多，才1块钱。在上面看看可多好看的了。对，都有点伤啊，就是卖个价钱啊。可多好看的了。还这好吧？这多少钱呢？有没有稍微深点的吃面条？这正大的。稍微深点的，你要那大碗啊？啊，就他这盘子，都他这5块钱。哎呦我天哪！1块钱一个，妈真便宜，真好看。热闹，这可热闹了，咱上热闹地方啊！主要是早市给大家看看这种哪热闹，什么便宜啊，咱给大家再看看。啥玩意儿便宜？你别指望，我这大小都给你们搭配，没有坏的啊。那水果萝卜多少钱？3块。那个。1块钱一个，最小2个，大小搭配啊。啊，都买这萝卜，然后这西兰花5块钱一个。啊，你看看那头是啥玩意儿？你看咋这么多人呢？没有份儿，看，看不着啊。是啥呀？毛葱5块钱一斤。也不便宜啊，毛葱5块钱一斤。咋这么多人呢？这咋的了？咋这他俩这么多人呢？啊，这边来，啊，这边也过不来了。大哥，啊，最大有点那个黄瓜多少钱？黄瓜4块，城里阳当地的啊。啊，是萝卜呀？不是，是啥呀？是萝卜吗？不是萝卜，这么多，不知道小像萝卜，什么瓜吧？瓜，你看看。哎妈，这个瓜，这个。这多少钱呢？这瓜？你看，这个2块1斤，2块1斤，大小都是这个瓜呀。随便挑，挑哪个都行，2块1斤，也不挑坏去。这干的甜，我给你挑的干的最甜的了。这锅挑的，我这俩能行吗？我那天真想买。我刚才给他挑的，还有这一个多少钱？这两个花多少钱的？是那个没腰呢？没腰呢？两个10多块钱。这也人很多呀。都卖啥？土豆都卖的。土豆。哎呀，这土豆挺好的，土豆。土豆多少钱呢？2.5块的。土豆多少钱？2.5。2.5啊？1.5。妈，我心长这样呢，1.5都有点长的。这土豆挺好。这个你看7.8的。那头是啥玩意儿呢？这小菠菜怎么卖？小菠菜。3块钱一斤，2斤5块。2斤5块。妈，大李子那老多，4.5一斤。中兴街这功夫人还挺多，这都排着呢，都排了半天，不行，没时间呢，闯的，这是排豆芽的吧？你好，豆芽怎么卖？
哎，这功夫别添了，可冷了。哎呀，飘了条雪花，就好像要变天的感觉，抱的是有雪。哎，真冷。收拾五块钱进来来。今天咱就到这里吧，喜欢蓉姐请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明天见。